打造美丽毫不犹豫。大家好，欢迎回到豪医生整形，我是黄玉豪豪医师。想要知道如何进入医美产业吗？今天呢，我邀请到医生美学的资深店长胡品乔胡店长跟我们一起进行模拟面试。嗨，大家好，我是品乔。品乔，你今天应征的是我们的咨询师，可以请你自我介绍一下吗？黄院长你好，我是毕业长庚的。这个眼袋看起来像没睡饱，而且明明看起来不胖，可是下巴至少有一层、两层、三层。你为什么要这样看我？你最近是不是比较累啊？你的眼袋跟那个双下巴好像都跑出来了。你也这样觉得吗？怎么办啊，院长救我！那事不宜迟，我们就帮你处理一下吧。现在？对啊。那品乔，今天我们要帮你处理的是，你最近实在是太操劳了，所以眼袋有一点跑出来了。不过以你的皮肤的状况，这个眼袋的部分，我们大概会采行所谓的内开就可以了。好，那当然以内开完眼袋，我们会再有标准的做法帮你做一点点泪沟，还有这个苹果肌的自体脂肪移植，让你在眼袋手术完这个地方会更加的饱满。当然今天我们还有一个大重点，就是要帮你做所谓的这一个下脸以及双下巴的脂肪脂雕，脸部的脂雕。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个脸颊的部分，如果说稍微捏起来，哇，超过两公分都是有明显的脂肪的状况。好，以这个双下巴而言也是，这个地方也有大概有两公分，多半来说它都是有一个明显的脂肪堆积。所以呢，我们会利用这个 ELSA 的这个音浪指标，在耳下的地方做一个开口，刚好这个下脸的部分做一个完整的抽脂，另外还有这个侧颈部也一并做一些线条的修饰。那第二个部分会再压一下下巴，好，会在正中的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小小的开口，去把所谓的正中双下巴的地方做好完整的抽脂的部分以外，还有衔接这个侧颈的部分，也把它的线条完整的做出来。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手术目标，相信你呢处理好之后呢，会变得非常的女神，全方位无死角。哇，品乔，你做完眼袋手术，还有这个音浪抽双下巴，已经三个月了，感受如何？其实之前第一次做这么全方面的手术，每次看客人之前分享啊，效果都很好，然后都很坚定，自己做其实蛮开心的。那之前在手术之前有担心什么事情吗？但躺上去还是会有一点紧张，但是交给院长，然后还有我们专业的同仁跟麻醉医师，其实都很放120颗心，所以我就利用之前的长假，安排了这个手术，效果蛮好的，恢复也很快。我自己也挺满意的，眼袋也都不见了。对啊，谢谢院长。总之说的不如亲身感受，非常推荐黄宇豪医师。记得按赞、关注、收藏。